克斯特、英国路易小王子普林斯路易斯昨日九日受洗，哥哥乔治小王子、姐姐夏洛特小公主依然成为镜头焦点，二人收起了以往的活泼调皮，乖巧淡定，愈来愈有哥哥家。解封范，穿白衬衫深色短裤的乔治，穿粉蓝碎花裙的夏洛特，牵着爸爸威廉王子的手走进教堂。离场时，乔治和夏洛特同样由爸爸拖着小手走，乔治沉着淡定，夏洛特帮忙拿着场刊，像个小淑女一样。除了王储查理斯与妻子卡米拉、哈里和梅根出席路易的受洗仪式之外，凯特的父母、妹妹皮和鱼等家人亦有到场。文：何韶莹 CYHO01地址：mingpao.com 路易小王子受洗，威廉凯特一家五口首同场，威廉亲选圣歌与戴安娜有联系，路易小王子受洗，叔叔哈里八万元小熊维尼出版书贺侄仔送书与戴安娜有关，意图地晒，英国王室四代受洗照意图地晒。小王子小公主出世时图集，路易小王子出亮相图集，英国乔治小王子图集，英国夏洛特小公主，更多英国王室话题 link.mingpao.com/52386.htm 更多霍特皮克 link.mingpao.com/43932.htm